如果爱与取做升起因，你有爱你就会去做行为。那取有两种业，就是令烦恼相续，还有与有做升起因，是不是？你既然取了，你有回馈，你有所得心，就是一定有嘛，是不是这样？好，中秋节快到了，你会不会要取个月饼来给师父吃？啊，师父吃不吃？柚子剥好了，师父吃不吃？会不会心中有挂碍？啊，这是师父的抉择。我的抉择跟你的月饼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的抉择跟你的月饼有关系，你挂在月饼上又挂上我，真重呢。一边是饼，一边是师父呢。其实爱的是你自己的感觉，对不对？取的是你想要有的答案。那你既然取了，你既然取了某一种抉择，就是有嘛，对不对？你取了某一种抉择，是不是就是有？不管哪一种有，它又会产生两种作用。第一种，能令于于去终生。你既然有，就三界有嘛，你在三界中啊，只是你又跑到哪里去啊？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哦，是不是自己的决定？所以在三界中于去中有。第二，与生作生起因。你既然取了之后，就是有，有就是完成了嘛，具体的产生完成式。前面我们讲啊，触啊，是不是触跟受那个还处于一种最原始的状态，但是你到产生的行为，产生了很多内心结构强烈的完成式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生啊？升起它会带到未来的一个时间空间的条件之下，它就会再现嘛，那个就是生，对不对？所以呢，有的两种作用，就是会于去中生跟与生作生起因。那既然生了，有什么好怀疑？既然你完成了某一种生的状态，你一定能起诸运。因为你动物还是动物啊，你能不能退回去植物？你能不能退回去矿物？老实说，同学，你有没有想以后越来越聪明？有没有？老实讲，莫骗我。你有没有想要得般若智慧？是不是有？当你想得般若智慧跟越来越聪明，都是叫运，因为都还是叫有漏中嘛，对不对？所以当你越来越聪明的时候，会产生烦恼，你才知道这个叫有漏道，对不对？当你产生了般若智慧，中间是用清净的方式，用放舍的方式，用洗净的净化的方式，那这个上面又无所得啊，没有所谓的期待时间空间的压迫的时候，那就不起诸运了。所以这个生是你现在存续中的状态，那这个生同时与老是一直结构的，你没有一秒不再老，你没有一秒不再老。这个老的意思是叫变异，有没有永远停在那里？没有的啦，这是空想啊，所以呢，这个生有两种作用：第一个能起诸运，第二与老作生起因。那这个老又是讲这个变异，这个变异有两种作用：第一个令诸根变异，这事实上是这样子。那第二种与死作生死因，因为所有一切其实本即然呢，这是缘起缘灭嘛，所以它自然变异到最后还是会有缘灭的点。对不对？缘灭的时间空间到来，所以与死作生起因。你既有生计即有死嘛，这是在凡夫的思绪里面他生命的运作的过程，这是没有什么好需要再特别解释的啊。
那大家也都知道，有永远不死的人吗？以物质界来讲，生灭现象哪有不死的人？以清净的佛性而言，那你稳定到某种程度，淬炼成金，不复为矿，只有那样子的往前走，对不对？好，那这样再讲到死有两种作用，就是有二种业，一能坏诸行，也就是你所有现在在进行中的所有一切，它都会变异，到最后是恢复到毕竟空，恢复到毕竟空。所以呢，以众生来读，这个就是变化，就是毁灭，也就是坏的意思。那这个坏，同学，如果你有恶念，你希不希望它坏？啊？是啊，你希望这个仇恨的心，这个恶念不要存在。所以你是不是要烦恼死？死不一定很恐怖呢。你看你怎么解释啊？你是不是要大死一番？是不是烦恼死？那生恐不恐怖？好恐怖，生在娑婆。夜不重不生娑婆，这些至理名言大家都背到真熟，好觉得很痛苦，对不对？那释迦牟尼佛，你生到娑婆来苦不苦？当然我们问不到。是不是？所以这上面呢，其实重点是你在有情事有痛苦的角度的时候，生跟死真的受不了，你真的会感觉到那莫大的逼迫性跟那个苦楚。但是修行就是看破生死啊，然后呢，了解到这个死的第二种作用叫不觉知，故相续不绝。如果你不了解，你不了解从头是怎么来的，你现在还纵使到死了，你还无明；纵使到这个变异了，到这个时候你还看不明白，你都不会去觉，真的是。清净的本觉，这个觉性没有发生真正的作用，它就会相续不断的一直在你的迷糊点上一直迷下去。所以为什么讲生死生死啊？这个是在讲凡夫的状态，凡夫是很畏惧生死的，因为死代表着某一种不知会怎么样的一种这种未知性、不确定感。会让人心里很难过，很多人修行就是我要知道，我要知道，我要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其实你在这个上面你要放下，因为过去自己所造的因都看不明白，现在要即刻知道明天的果，可能吗？如果你已经明白自己所造的因，那又何须再去探讨明天的果？其实早就明白，对不对？那这一辈子你所造的事，你明不明白？没有一个人比你更明白，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明白，因为你是主角，是你在演，你知道你会怎么死吗？其实很明白，可不可能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可以加油，并不是不能，对不对？所以这上面呢，就是生跟死这个点都是所有的经论里面用这个做主题，但是生死的根本来自无明，是不是？有一段经文我还是继续念啊。佛子，当然这里面这个菩萨啊，这个世尊有说，他说此中无明原形乃至生缘老死者，由无明乃至生为缘，令行乃至老死不断，铸成故。其实它就是环环相扣，一直连接，像一个巨轮一样一直在滚动。所以你要从哪里下手啊？各自抉择，各自去懂得怎么去回光返照，起觉照力，
在自己的任何一个点，不管你现在是跑到取了，你跑到有了，还是你跑到开始在受，每一个当下都是契机点，对不对？所以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者，由无明乃至生不为缘，令诸行乃至老死断灭，不住成故。他说这里面它是环环相扣，你只要有一个点，你只要有一个点拆了，这个轮子就不会转动，是不是就不会转动了？不铸成，它就不会彼此去连结，紧密的结合。所以呢，世尊说啦，此中无明爱取不断，是烦恼大。十二支里面呢，你这个无明，你看不明白，你主观的这个我的存在、分别等等，这一路走来，这个爱，心中的冲动，心中的这个欲念在，你这个取会去行为它，你自然就有会产生烦恼，这是烦恼的道路，烦恼就是这样来的。行有不断是业道，那你会真的行为它，自然产生现象嘛？那这个有，你不断就是所谓的造作，完成某一种造作之业嘛。余分不断是苦道，其他的部分呢，没有断的话，都是会感受到苦的啦。这个就是《华严经》里面对十二因缘的解释，很明白。那同学，不管你顺观逆观，这是你自己要自己去学会的办法。那只顺观呢，有时候会纵容自己的理由；那逆观呢，倒推的时候用清净心来看它，你慢慢就会发现，修行在一念一念当中，在一个现况一个现况当中。前后继，前继后继，那到现况就是中间了。这个啊，如果能够离我所，离我所，然后对于生灭无常的这些东西，真的很明白。你要如理作意，观诸实相。这个一定能够让你从生命的桎梏，就这个束缚里面呢拔出。那世尊又讲，无明原行者是观过去。如果你以这个断身，你这个断身，你为什么会投胎转世？你为什么要跑入你母亲、父母亲的这个家宅？是无明吗？圆这个行嘛，所以如果以时间三际来看，它是属过去的因缘结构。是乃至受是观现在，那你每一个是跟受的这个点，其实就是每个现况。要记得啊，受啊，是乃至到受，这个都是现在。现在你过去无就是无从考啊，你也不可能改变过去啊，你投胎转世啊。或是你怎么样到现在，你已经是事实了。所以是乃至受是观现在，你现在记得这重点吗？爱乃至有是观未来，你现在产生了某种爱，你就知道你在创造未来，你在创造未来，这未来等着你编排剧码，就是那个剧情，看你怎么写。所以辗转相续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一直嘿无明灭行灭，我一直这样，我这样子叫观待断，也就是说好像看到行然后推到无明，这个就是我用我的行来观察到我的无明。那这个就是有主题的，那有主题的十二支啊，它就是慢慢你可以从这上面去倒退，这个还是所谓
有一种关系法，如果你能从关系法给它断裂，好，这个是有办法的。那如果说你要进入到清净中，啊，随顺所有一切，达到你任何的一个采取行为，所有一切，你每一个过程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个呢，就随顺这个所有的一切，达到无所有观，达到随顺净灭观，这个是需要你多番练习。但这个会不会完成？会。如果不需要这样的修行，马上说一句话，然后就开悟了，告诉你无明是虚妄，这句话同学背起来吧，你再怎么背不一定背起来了你就成佛。所以我们众生是有这个意识绵绵不断，我们需要有过程办法，这些办法要会用，但这些办法会让自己最后达到不需要办法。那不需要办法的时候，就会自然行。你这个是智慧才行，你会关照修行人，在修行人来修正自己的行为，对不对？凡夫是怎么样让无明习气带着我去行为，修行人呢，他在这上面呢，他要把这个身的戏服，因为你行之后一路走下去嘛，会完成事嘛，所以呢你这个身的戏服你一定不想要让它绑着你，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做错事，说错话，想错了，这三业就能够慢慢转清净，对不对？那最后呢，任何一个什么的就看到无明。如果你可以看到无明虚幻而不跟随的习气，就能够灭掉这个戏服。刚刚讲到辗转相续啊，这个是无法遏止的，无法遏止轮回的相状。但是我们基本上每个同学，你一定要肯定再肯定自己本来是清净的。那这些东西呢，就是你着相了、住了、取了，其实这些要透过很多办法，你就可以不住，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在这里面。那这些呢，世尊就有讲啊，菩萨摩诃萨如是十种逆顺观诸缘起，就是你要顺观逆观都可以，那你要观过去、观现在、观未来都可以。你要知道无我、无人、无受命、自性空、无作者、无受者，这样就能够得空解脱门现前。你要知道啊，这个我是谁啊？无我、无人、无受命啊，时间、空间，而且所有一切本来就是自由自在嘛，无自性的，所有一切其实它就是空的。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子，这个空的智慧现前，那你再看所有的一切有是生灭而已啊，所有一切有是不是生灭？哪一样你永远拥有？如果有的人很赞许自己的五蕴，就觉得我永远有感觉，讲公你爱那个感觉，你爱那个感觉，你说我都有了别，我有智慧可以去做作用，可是他并不需要你去爱这个感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所有其实这是生灭法，它自性本空嘛，
所以毕竟解脱，那这个时候就不会住在这个相里面，也不会住在这个法里面，这个就得无相解脱了。那如果能够证入空跟无相，你还会对什么有所期待，跟有所那种强烈的企图心？所以啊，菩萨，我们就是要学菩萨，如是修三解脱门，离彼我想，离作者受者想，离有无想。所有的众生跟我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你哪需要求不求？它本来就是一样，你就是我啊。你说你讲崩我尾巴。这是别相，可是总相而言，我们没有什么差异呀。你既然可以转身，谁不能转身？你既然能够这上面剥落，谁不能剥落？所以那不是愿不愿求，那个就是真理，那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啊。说这个，并不是为了要给谁不给谁。世尊不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把真实的道理说给我们听吗？那真实的道理一点都没有负担啊。当然所有的大德都告诉我们他修行的一个重点。那这个憨山老人，就憨山大师，他就讲，他说业不重不生娑婆，这句话听起来真艰苦。他又说了另外一句，爱不断不生净土。这句大家也听过吗？我既业又爱，怎么办？他说啊，是之爱根乃生死之根珠，就是爱啊，这个东西就是你生死的，会一直生死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种子，这棵树啦。所以以一切众生受生死之苦，皆爱欲之过也，就是爱欲的过。可是爱的前面就是受嘛，你在受清净受，我都一直讲，你跟他清净受如理作意，清净观觉观生灭法，这所有的一切实相，你不爱不就好了？同学，我一点都不爱你呢，可是我很自在啊，你也不需要有负担啊，那我们相处是不是很愉快？你要爱我，我爱你，我看我们相处就难了，对不对？那个两体体，那就不一样啦。所以看时段，觉得定义爱，对不对？那我们叫大爱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慈悲？大慈大悲，那真正的爱是净化过的。那你说爱这个东西很奇妙，有的人他因为受过伤，所以他不能爱，不敢爱，因为他有受伤的经验，他不会爱，有的是不会爱，不能爱，不敢爱，这个都有啊。可是人的发展呢，他要真正去懂得爱，才懂得付出，才懂得受伤，才懂得如何丢掉那个所得心，才懂得如何还原跟净化那个情感的素质。所以这些都是过程，这些都是过程，并不是叫你变成一个无情的动物，而是把情跟事这个杂质给过滤掉，那么就是大慈大悲，就是平等。这上面呢，我们如果反思自己啊，看到爱是不是此生此世才有的能力？不是，也不是你此生此世才会去爱，你自己都不知道。我相信所有人几乎都不知道，无始最初有生死以来，生生世世舍身受身，都是因为那个爱在流转。那我们知道是因为世尊告诉我们这个讯息，有的人是从痛苦跟失落失去之后
去看到爱，然后去看到如何要舍这个爱。有时候会矫枉过正变无情，而且无情呢变成一种自我保护色。那这个无情呢，自我保护就与世隔绝嘛，进入到自己空荡荡的世界中，那个黑暗里面。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某一种自在，但这个自在是微脆不堪的，那个就是所谓一种断灭的状态，一种暂时的以为。真正所谓无畏啊，无所畏惧，它既不是爱也不是恨，它不是情绪，它就是我们清净的佛性本来的样子，那个就是本来的面目。所以积劫生后生死无穷，如果看明白是爱欲，那我们就应该知道它的前后次第关系，我如何来解读这个东西。当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很正面的知道明天有没有起来都无所谓，然后一点都没有挂碍，可以这样吗？练习看看。啊，如果你今天很生气，想说今天睡了死，另当别论，那是带着恨在睡，带着气离的心在睡，知道意思？真的了无挂碍，然后真的明天没醒过来也无所谓，那也不会紧张。六点半的闹钟有没有响？七点半的车子有没有搭到？但是你还是会转六点半的闹钟，你还是会搭七点的车，可是却不会烦恼，却不会怕醒不过来而烦恼。纵使六点半闹钟刚好坏了，今天晚上电池不够，它就坏在明天早上，永远停在四点半。哎呦，天刚刚够四点半，七点半永远没有到来，那是概念的东西。那又如何？你能自在吗？你能自在吗？所以人都在找一个说服自己的东西，让别人跟境界外境所有一切来说服我，然后让自己尝试着勉强自己或鼓励自己或意愿的试图去改变自己的心态去接受，这是过程。但是如果你能够真的无我，那这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这理由有很重要吗？世俗人这个理由很重要。你跟我说得清楚，是怎么你会这样？这个理由很重要。修行人或许这个理由还是很重要。我要知道你的起心动念。知道别人的起心动念其实不重要。爸爸妈妈看小孩的错，当然会去抓他的起心动念，重不重要？因为你是他的亲教师，你当然会觉得很重要，你要纠正他。但纠正他，你真的看得懂实相吗？他会不会学会虚伪跟掩饰自己？那你用什么态度来侦查他的起心动念？我用侦查的两个字哦。你用什么态度去侦查别人的起心动念？是为了归罪别人的错，拥护自己的对？当学佛到某一个程度，别人的起心动念跟他想要的目的跟答案都不是重要的东西。当众生有求，菩萨有应，他的需求你却要看得到。所以这佛法里面有非常奥妙的东西，众生所求菩萨要满足他，所以我知道他起心动念，他的根气种性，我知道他起心动念的欲望是什么，要什么要什么，所以我要给他，
却不是侦查他，却不是要求他，也不是为了比较我，而是为了帮助他。这时候不叫侦查，它不是探索，而它是明白，然后明白对他的下一步没有所求，对于自己可以给的东西没条件，而不需要编排任何的理由。这个就是原来的面目。很多人都在强调着自己的无所求，可是一点点违逆的时候却波荡得很厉害。修行啊，好多好多的点点滴滴，对不对？先看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宁静，那个真正的那个期待啊，期待于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这些先摆一边吧，先把空，先有空的证件，空的体会，先无相，证无相解脱。如果你在空的证件跟无相解脱当中，对于所有一切的实相看得明白，又何须期待跟求，对不对？所以这样，同学，我们知道这个十二因缘法辗转感果，所以叫因，互相由借，就彼此彼此啊，就是他的下一步，下一步名为缘，三世相续循环，无有间断，如轮回转，故曰轮回。所以这十二因缘法其实就在讲轮回。那我们要看破无明，这上面呢，功夫自个儿做，世尊教导我们，却不能替我们开悟。那我们要由自己好好下手，对不对？下手处即在每个刹那间，念念之间呢，不守真如，也就无明了。接下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听懂了哈？其实无明是幻象啊，本来是清净的。有智慧的人看这些啊，很容易就能够去看得懂自己这个心的实相。如果没有这些经验，没有这些智慧，那就从六根门上哈，这六根门头好好的去下功夫。因为世尊就是讲啊，这个行就在这个事上面嘛。所以你既然活在时间空间，你本身是一个动物，你不能泯除这些的存在相状。所以理跟事，这就是实相啊。事是生灭相，理是毕竟空。所以在事的相状里，你要有这个理，你理跟事它是圆融的，性相圆融。如果这样子很快啊，你万事万般一切也不会造成你的烦恼啊。心中有这个正知正见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也不会有所谓的苦痛。习气使然，有时候呢要掉到事里面一下下啊，这个理才浮出来。哦，嘎在我听不我听这呼唤。这时候是觉得哦，三宝真是殊胜，对不对？有时候掉到事里面呢，夜海翻滚好久啊，当不知道哪一天蓦然回首啊，就自己不知道跑到好远去，也还好回头了。如果你都没有
把这个解行合一啊，这个理是永远事归事，理归理，那么你一定是在两头跑，在有跟无、常跟断里面，因为就理而言，毕竟空，那法身也不会说话，那还有什么东西？就事而言呢，它就永远在有啊，所以是不是常断？我们在解行合一，解行合一啊，在法门上的解行合一，比如你是净土法门的，你的解当然要知道阿弥陀佛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你要了解弥陀要解要读啊，你要懂得很多很多啊，这里面的解最后要行啊，法门里面的行，那就是你要真的有定课啊，功课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是禅修的话，解行合一，那你要了解禅定的功夫啊，这如何能够进入定啊，这些道理方法都知道之后，是不是要行？就是你真的要有定啊，是不是法门中的解行？真正大圆满的解行呢，在哪里？你每一刻里面，这个法门的解行，就是帮助你到大圆满的解行。对不对？而实况中、实相中，就是真正的解行。那你说啊，阿弥陀佛，我拢咧一切内底拢会晓修，嘛不是无少人啊，也不是没有这种人，粒粒根系是有，对不对？但是法门是给凡夫用的，所以不管同学你是什么法门。法门的解心要合一，事跟理，事跟理是一体的。那你真正法门用上手，透过这个门，透过这个法，透过这个门，也就是遍一切处，真正的解心合一，就是见性成佛，也就是证得真正自己的清净自性，对不对？那过程我们需要法门，所以同学原始点呢是迷失了，终究点是不迷失，中间的路径跟过程个人不同，没有冲突，对别人没有意见，把所有的意见消融掉，而来看清楚自己该怎么办，这样是比较实际的。那这个经文讲啦，无苦集灭道，刚在讲十二因缘呢，现在要解释苦集灭道，为什么用无呢？明明生命的每一个现场的感受都有它的觉受吗？那这个四谛啊，是佛开悟之后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之后，去鹿野苑为五比丘所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讲苦集灭道，当时就明明讲苦集灭道啊。那心经讲无苦集灭道，也就是你从有苦集灭道一直到懂苦集灭道，再超越苦集灭道。所以这苦集灭道是不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我们痛苦相状里面的一个最完整的注解？苦表示现况嘛，它有逼迫性啊。那集呢，就是过去的因，苦就是现在的果。同学，
你不会分因果。其实师父说一点给你参考，你怎么去认证是因还是果？当你会感受到某种感受，然后不明白，又有一点苦的感受，这个时候就是果。当你要看哪一件事情啊，你看不明白，阿朵那自己的自我意识啊，可以为所欲为的去创造它，这就因。苦的状态有阻力，因的状态没阻力，这样会分啊。所以你有些时候你在家里煮饭啊，你煮得很开心啊，随自己的意愿去买菜，买了菜煮得很开心，这叫因。端上桌之后大家给你响有阻力啦，这叫果。你说因果这么简单吗？其实因果很简单，也很复杂。那很多时候你在自己造作的时候会任由自己去造这个因，又没阻力，因为没阻力，任你怎么想，那你怎么想要怎么去干预，怎么样去创造世界，怎么样，那个都是在因地。而那里面的因就这样分咯，一个是轮回之因，一个是得证菩提的菩萨之因，上面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这上面呢，苦跟集就是迷惘世间的果跟因。那我们呢，根据经论里面我们都很明白，灭与道是证悟世界的果跟因。你到底是在苦集还是在灭道？你现在苦集或是灭道？你是在迷惘的世界还是证悟的世界？不管迷惘或是不管证悟的世界，都在这个时候。事实上苦集灭道分开来，是不是有时间次第？过去是集，现在是果，所以是苦。现在是因，未来有果，所以现在是因，也就是集，未来是果，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呢，过去的集我看不到，肯定有，我现在是苦，可是我现在的这颗心，这一念之间呢，我这个苦就是证悟的因，也就是证悟的集。他的答案的果是就是证悟的出世间。那么苦集灭道，你切掉时间的看法，你切掉时间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切断三际，端在一念。那我们拉开来看呢，拉开来看就是那个觉受嘛。那刚刚讲啊，菩萨他在苦的时候，也就是果的时候，他会把它转成因。凡夫在苦的时候就住在苦，对不对？那我们众生呢，可以任由自己，任这个自己的意识去运作的这个因不觉察，而菩萨在这个因是明了，是明明白白，
所以它这个因呢，它这个因当下就是圆满，也就是悟，也就是果。所以凡夫有因果，菩萨不昧因果，而在因果中是因亦是果。那我们看呢，还是回归来讲啊。但你这个因果里面是不是就是灭跟道？是灭跟道。你现在在苦的时候，你知道如何去读这个苦，如何去转这个念，是不是就叫道？现在的苦在一念之间，这个受清净受拔掉的时候，是不是就叫灭？所以刚刚是从苦集来读，是不是一念间？从灭道来看，是不是也就干系就是在这个时候？正果不是过去正果，也不是未来正果，所有开悟正果都是现在开悟，现在正果。这个就是无苦集灭道。你当下的这个点就是苦，它是果，但是它有道在，它就不急，不急轮回之因啦、啊、是不是就是灭苦？是不是就是苦集灭道啊？所以这个苦也是超越了嘛，也就超越了苦集灭道。这样是这句的解释，那我们要细部解释它。如果说我们读经典里面，它讲苦啊，会逼迫身心苦恼的状态，那我们可以从好几个角度去读这个苦啊。我们知道苦其实是一种状态，是心理的状态，然后生理的状态不一定读起来是苦的。所以这里面呢，身跟心都在苦恼，这样才叫苦。如果你身有某一种身体物质界有某一种状态，可是你心不一定苦，这个你就等于清净受，你去清净受那个状态而已啊。那个状态就是个因缘法，它就是生灭，那就不叫苦谛了。那我们众生呢，对于世间的事物，不论有情非情，我们都会感觉到它的局限，有一种不自由被迫害的感觉，所以会认为苦。这都是人对于自己的生命跟环境有一种价值的判断，所以认为世俗的一切本质皆苦。苦谛的成立就是我们认为一切皆苦，所以啊，苦是主观的，苦是主观的，环境所有的一切这些东西，你必须真的没有意见。那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啊，今天有冷气，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开，我们也可以选择开。你说什么叫实相，什么叫智慧？来讨论，不开，省电，免付电钱。开，心凉比透亏，大家可以安住来听法。所以共同表决是开，怕寒的人穿夹克，对不对？这里面呢，
所以世尊在说法的时候，他是以一般泛指一切众生的状态来定义这个定义。可是苦集灭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苦，是凡夫才觉得苦，证悟的大德他就不苦，他喜胜也不苦，他的糖尿病也不苦。但是你问他师父啊，他说人生苦啊，赶快念佛，他是会这样跟你讲，会不会这样跟你讲？会。所以苦的定义是为了给众生知道实相，不是为了跟众生讲你苦海无边，不是恐吓你，是要让你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离苦。